配合，懂不懂？李永山，你们多传球，多配合啊！你到中间了，你不用赶到这么后面了，你到中间了。安宇靠进去或者找人，安宇靠过去，你不要守那个，安宇再进去一点。好球，可以。陈凯慧，再上去。陈佑如，上去。好球，好球，是因为射两边哦。安宇可以接球，安宇，喊声音接球。越位了，陈凯瑞发球。C 位，贴最后一支，贴最后一支，对。安宇拉开呀、啊，安宇拉开呀、啊。这边注意听哈，我们在攻击的时候，你不要去靠自动去靠近他们的后卫啊，你把它拉开啊，好像要变防守了，防守攻击搞不太清楚。品真球勾过来，别乱踢。对，把球送出去，云芝把球送到前面去。C 位贴车是 C 位。陈凯位站稳了 哦。那个这么短的球，刚才那么短的球不要传啊，刚才那个球传太短了。这位。央璇，刚才那个球太短，不要传。后退跑，找人，陈凯慧，你要指挥一个人来找后面这个啊，对啊，安宇守中间，
好球，控好，控好做传球。旁边给，旁边给，对，旁边给。陈凯慧，陈凯慧可以借刀哦，借刀就好了哦。是因为你在射门的时候重心要站稳两边就好了，哦，把它射好，把它把握好。云芝，位置，位置，下位置，位置，好人了。安姨拉开，把他拉开，摆脱他，对，摆脱他。救到第一颗啊！救回来了。球拿好，球拿好，安妮，球拿好。一杯转身，转身过他，转身过他，对。不要乱踢。跑对跑，陈凯慧，陈凯慧，你回来是要指挥你后面的后卫找人，中场找人。李永善，球多送给新一飞，不要带太多。品珍跟那个安妮，你们踢中场球控好哦，你球控不好，会有那个球被抢走。球踢不上来吗？啊！旁边走，旁边走就好了，旁边走就好了。对，拉出去就好了。李永山，你拉到前面啦，你不要拉回去啦，拉回去那个等一下云芝传球给你在那边。转身，转身。我要往前了啦。李永山封住。
挡掉了，小控好，小控好，快点传，对，好球。那个阿姨，好球，控好就传准哦。C 位，你不要被挡掉了。那个央璇跟那个云芝，你们不要拉中间一点哦，拉近一点点哦，不要拉太开哦。两个配，两个配，小心，小心。陈凯卫，陈凯卫，你不要自己走回来就算了哦，你要照，你要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陈凯卫，你要你回来是要叫找后卫回来找人哦。那个陈耀鲁，你要上来接球，不要退。李永山，靠中间一点，靠回来一点，靠回来一点，靠回来一点，回来一点，对。我要婷婷的，我要婷婷的。我听不见，云芝，云芝，云芝听，云芝听。品真，品真接球，品真。品真，刚才 C 位拿球，你可以接 C 位的回传的球。哦。陈凯慧，陈凯慧，中间就好了哦。安姨，到后面，到后面，到后面，往后。阿姨，你再往后，再退退，对了，一直退了，把它拉后，对了，把一直拉过去了，对了。
福的陈佑儒，站球门的正中央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走，走出来没关系。陈佑儒，那个框框可以用手，外面就用脚了，这样懂哦？准备拿球，准备拿球。好，后再跑，后再跑。能抢排进去哦，能抢三个哦。他可以射门啊，他可以。阿姨，他可以射门啊。他可以射门啊，他是有小心看的。没有蛇马，是他禁区里面的犯规，哎，禁区，哎呀，禁区，他进去，他的球员是。阿姨，刚才在做人抢时，你要退回去防守，不要站在这边。你们这边也注意听哦，有时候在做人抢的时候，不要站在外面哦。小班长退回去了，那个陈耀儒退回去守门了、啊。靠近球门一点。接球，接球，十一杯接球，接好，球控好。对对，秉正拿球。杨雪，你可以拉开去接球哈。陈凯慧，你当扫把的时候，前面有人，你要找后卫回来防守哦。不要被挤掉，动作再放慢一点，不要太快。
大胆朝来大公司一些，快点！